速对嘛，得衰落。你是喊我过来帮你卸飞机的吗？都可以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这把乙对面的阵容。有毒的药的攻击，很容易让我们挺难受。炸！谢谢遇见更好的自我。炸！伸展运动。谢谢九日牧童同学。我这稳定发育，有的兵咱可以不补啊。炸！看看啊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现在是九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直播间有2000的抽奖啊。炸！这波炸人加炸兵啊，炸！晚猴控线你都没法玩，是没法玩啊，但他不控啊，你跟他说，你说晚猴你控线，狗头人都没法玩。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能量将用来战斗。炸！吃个饼干，省得攒不到法力流气弹啊。谢谢飞机啊！必须终结！炸！法力流气袋马上满了！炸！再炸！华丽流气弹满了。生是轮回的一部分。谢谢风铃的飞机，谢谢沐风改名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炸！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回家。还有两分钟啊，现在是1/11的概率。没有，我真觉得我可以回家。就没有破晓。先来个耀光，不跟他打了。感谢一千蜕变1000个日夜的飞机啊。谢谢风铃的3个飞机，谢谢谢谢。还有1分钟了啊，最后1分钟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我抽你一下，
哎呀，这儿就什么都不会剩下了。我马上升六了，兄弟。你可能不知道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是什么，你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一个愤怒的狗头人。哎呀，他没敲死挺难受啊，十二层丢了。谢谢执念度的飞机儿，还有最后二十秒了，一个飞机儿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今天看看谁能中这个飞机儿，不是飞机儿啊，能中我们直播间的两千的抽奖。感谢和风一样的篮子，我看看这都谁送的飞机啊？谢谢 TY 什么什么，我不 Q 你吗？嗯，造了。我不 Q 你吗？枯萎。我不坑你吗？我造。生与死回家了。存在着不朽。再把来三项。等个二十块吧，不出破败吗？不出了。对面有莫干辣，我出那玩意儿没用。可血战斧没有用，不出捡息地了。狗头三项没用，怎么没用呢？狗头三项不跟分离者一个意思吗？差哪呀？我也不知道这碗猴怎么去你野区了，可能你长得比较丑。我们现在就是有大就跟他打一波，有大就跟他打一波。哎呦我操，红 buff， 假装打不过，慢慢抠兵啊。假装是打不过他的，但其实他是个弟弟，我告诉你们，让他推线啊，下边直接扛兵跟他干。马上我们直接进化，走位走位走位，湖北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这就有点烦人了啊，这就有点膈应人了。烦恼之物们最好在墓穴中沉睡。我不知道这乌鸦到底是哪来的，我守一下塔，守塔呀！炸枯萎，抽你一下，让他给我害死！啊，还行，打死一个可以接受。
我就是想让他给我守下塔，我都没别的意思。这晚豪他妈吃我三波线，吃我三层塔皮，哎，我真是服了。也许树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。慢慢 Q 吧，是不破败了要啊？啊，要破败了，可能没关系。有些灵魂注定要燃烧。没破败，出啥呀？出盾弓啊！真是烦死了！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干啥呀？这不啊？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。我少了十二层啊！你吃炮车啊！我的十二层没了。还狂风之力了喽。来呀，这蓝枪还在这打鸡。这是服了，哥们，我这是服了。你还在这打红是吧？你还在这打红，我没让你打红，来，打红。来，我让你打红。我让你打红，喜欢打红是吧？继续打来。继续打。打红，红 buff 这么好打吗？不打红哪行啊？爱杀不杀，不杀垃圾个倒。我还真抢不过他，哼。
下波我看你咋推啊，你别回家呀，你跟我继续来呀，你不喜欢吃馅儿吗？该死了吧，哎呀14滴血，他们家这乌鸦吧，我每次要干点什么的时候，他总是在这乌鸦，很烦人。这狗头人不能玩了，这英雄玩不起来，玩几把输几把，这英雄有问题，这碰的人的脑子稍微有点不正常。20分钟狗头的标准 Q 是600，我打银机我也能600。为了恩赐，我打银机这20分钟我能700。这也太能追了吧，我的天，还行吧，他们要这样杀我的话我还可以接受，这把得跑得快点，自然之力配上板甲，左边5-6个啊，你们守下吧，我不守。我去守中路去了。
现在我们只要大招好了就开，开大招就拆塔。拆完中路，拆上路，对面不来我继续。追吧，使劲追啊！今天你不追我都不行。这乌鸦的都打不到我，没事儿，让他打。你好像打不过我吧？啊，我感觉你好像打不过我吧？感觉你好像打不过我吧？你跟我打什么？再见。枯萎。再枯萎。走了。站起来了，我本来我就狠呢，我一直单带，我单带我们等级就高，等级高我们就狠，那狗头人只要单带等级高就狠，这波他们再不管我，我就把高地拆了，就一直拆，就一直拆，就狗头人就一直拆，谁来不管，就一直拆，反正这玩意儿越往后打单挑越狠，你也打不过我，我就猜。糊了，糊了，换上蓝光，我这也糊了。刚才就什么都没剩下，就一直猜。咱们家劣势成这个样子居然能打得赢，我也是很奇怪啊，真的是很奇怪，相当奇怪了。这到最后俺们家还劣势局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打赢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下路带线让对面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，让对面心态发生了转变。